你们在网上为什么吵架？啊，因为她是农村女孩吗？我做包子也挺开心的，大家都说我做包子好吃，要是你觉得也好吃的话，我就没那么累啦。但是你这样会丧失去学校里读书的机会，这样你会觉得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以后再也不分手了好吗？好。那两位可以面对我吗？那等一下你们准备去干嘛呀？你想去干嘛呀？我想去私人影院看电影。那你想去哪儿我都满足你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嗯，麦还没给我呢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那拜拜拜拜。